早上起来日已高，只觉得心里闹糟糟。去人茶社走一遭，什么东西最火啊？这边三丁包、灌汤蒸饺、大肚干丝。园林加美景，再加上我们的美食，扬州大肚干丝，看似清淡，汤又非常的这个浓香，吃到嘴里面是非常绵软，好吃。我得再来一个，东北话叫硬菜，北京话叫横菜。开会连云城大概有36克，肉汁非常的肥美，汤汁呢很稠浓，是扬州一个经典之作。人呢？人呢？人在哪呢？人在哪呢？来了！哎呦！侯总统您好，您好，我是回家吃饭的范小二小米，今天专门来找您。哎，你好！您为什么那么着急？我这刚到扬州，您这催我。好像来晚了咱就吃不上似的，排队人太多，过后不等啊。这哪儿啊，咱就排队人这么多？是扬州早茶的地方，怪不得呢。89号在吗？哎，正好到我们来了。咱这是什么东西最火啊？这边三丁包、灌汤蒸饺、大肚干丝。那能一样来一份？好的，都尝尝。好，那我来尝一下。来，好，三丁包。大肚干丝，这就是扬州人早茶的一个特色，能代表扬州的早茶文化。哦，还有一个顺口溜，对，那您给说一个。早上起来日已高，只觉得心里闹糟糟，叫去园茶社走一遭。猪肝丝风味高，蟹壳黄，千层糕，翡翠烧麦三丁包，阳春面脆火烧，绿阳春茶香气飘。来，用啥用啊？扬州人一个月啊，这方丹啊能吃好几吨，好几吨要切成丝能绕地球啊，估计能绕10圈。怎么样，口感不错吧？太好吃了，真的。这每桌上面都是必点的。听您说它能绕地球10圈这事儿，我就必须给约这个菜。好啊，我待会儿带你去一个能体现我们扬州的园林文化的一个地方，去教你做这道菜。太好了，走吧，咱就。好，走，就学这个啊。好。李哥，这后面就是瘦西湖。这就是瘦西湖。园林加美景，再加上我们的美食，观众朋友们，您今天逮上了，咱今儿跟名厨学这道扬州大肚干丝。为什么说他是名厨呢？代表整个中国，到法国爱意舍宫给法国总统烹饪这道大肚干丝。咱开练吧。好，来。这个就是这扬州人叫方干。方干，切方干啊，也是一个技术活。我来练给你看看。太好了，这就是扬州三把刀的厨刀的代表。这大肚干丝啊，相传在乾隆年间的时候啊，曾经这道菜啊就成为了这个清宫的满汉全席的名菜。这么说这道菜还是一道宫廷御品。哎呦，这薄啊，要拿报纸估计能够看见里面的字儿。这是基本功。豆干丝啊就非常的细，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北方的又买不着您这样的方干，有什么好招吗？可以用千张啊，那个白豆干啊都可以。豆干会有豆腥味儿，好像可以加一点那个食用的小苏打，这个水是吧？对，来泡一泡，但时间不能太长，焯一下水就行。焯一下水，对，来。这个是生姜、火腿、春笋、香菇，有个刀工的处理。这道菜我已经替观众朋友学了不少了。是什么力量能够监督着您，鼓励着您这么切下来呢？是我们学徒的时候，师傅给我们的要求很严格。每天的这个基本功的锻炼，以及对这个菜系的理解。那您说了半天，您这个师傅是哪位？我师傅是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的院长周小燕，周大师。
哎，观众朋友们，您可能有所不知啊，这个周小燕周教授是咱们中国淮扬菜的领军人物，更是中国淮扬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名师出高徒。早起熬了一锅鸡汤，早起就熬了一锅鸡汤哦。来呀，嚯！来呀，嚯！这鸡油是煮干丝特别好的一个食材，嗯，非常的香。对，大煮干丝先要煮的汤，这汤一定得好，香菇、笋子、火腿、生姜，火腿、生姜都要搁进来，冒一冒。哎，把这汤煮香，一定是得有虾仁。最后加入我们的干丝，干丝切的这个丝现在感觉就是像一种像棉线，有棉、啊、对啊，很软，加上这种鸡油黄黄的、哦、瞬间现在就觉得有了食欲感，食欲了、啊、这时候得大火煮开，大煮干丝，其实真正意义上就煮的这个汤，用滚开的这种汤料来煮这个食材，要把这汤的鲜味香味煮出来，煮出来，对。这时候得来调味了，调味你可以用豆苗啊，或者这个季节的秧草，最后一味，这一味就是河虾子，哦，河虾子提鲜用的，做任何的菜都可以使它，你比如说扬州炒饭，哎，阳春面，哎，这就河虾子，嗯，就是其实在扬州菜里面，这个河虾子也是一个提鲜的，对，非常好的一个调味料。这时候一定要来点点，来一点点白胡椒粉啊，一点点就行、嗯。来点盐，哎，盐是百味之王。对，这个盐是后放的。对，好，煮开，好，哇、哦，这个菜就可以出锅了。对，这时候我们来装盘。汤汁啊，就是搁进去，就淋在上面。对，鲜香嫩啊！首先闻起来非常的香啊，嗯，换句话说，连汤带水这种菜，看似清淡。汤又非常的这个浓香，然后吃到嘴里呢非常的绵软，一家人都可以一起分享，对对对对对，举家欢乐。哎呀，来一大碗大煮干丝，好吃，嗯，还得吃着的吃，我觉得好，特棒，无需添加，敢为鲜，太太乐原味鲜，喊您回家吃饭，买米买面认准福临门，回家吃饭由中粮福临门米面冠名播出。好不容易来您这儿了，我得再来一个东北话叫硬菜，北京话叫横菜。扬州人说硬货，硬货啊，硬货啊，硬货。那来什么呀？菜烩鲢鱼头。那这个您得找个师傅，正好也教教我们吧。可以，我推荐我们师弟给你做一个。你凭什么让他做？您不也会做？他这一年都是几万吧？这一年要是几万个鱼头，一个月就是上千个鱼头。对，这个我给您找一个我们的美食嘉宾，嘿，大咖，他来点评一下，您敢吗？哎，那一定得去啊！那跟着我去那个地方，得了，咱们来做这个拆烩鱼头，怎么样？我们出发，走。淮扬菜是我国四大菜系之一，以选料严谨、制作精细而著称。淮扬菜始于春秋，盛于明清，至今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素有东南第一佳味、天下之至美的美誉。而如今，淮扬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的周小燕教授，带领他的学生们不断钻研探索，不仅让淮扬菜在国内享誉盛名，更将淮扬菜推出国门，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淮扬菜有淮扬菜自身的特色，和其他菜系相比，它本身誉为我们的文人菜，文化底蕴很深厚，这个东西也是我们要值得传承下去的。我们的淮扬菜它始终要有自己的根，我们菜品的呈现也应该具有中国的元素。现在年轻人
学习的烹饪的人越来越多，热情越来越高，和我们整个国家乃至我们整个行业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我觉得我们就是淮扬菜，一个就是精细，第二个就是淡雅，第三个呢就是传承，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健康。陶晓东大厨刚刚教大家做了大煮干丝，即将为我们带来拆烩鲢鱼头的是于爱民大厨。这两位淮扬菜大厨都是周教授的学生，而节目组今天也有幸请到了周晓燕教授本人来为我们点评这两道淮扬名菜。两位大厨，熟悉不熟悉？是我的工作室啊。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你好，小米你好，你好，原来是两位神秘大厨。他们很紧张，但是呢，您还是要公正。我对他们的技术是很有信心的，但是呢，好长时间也没有品尝他们的菜了，所以今天也是个机会啊，检验一下他们的技术是不是有进步。那么，我们的大厨是不是就开始做起来？好，没问题。那请周教授和陶大哥到旁边稍微休息一会儿。好，我们鱼头拿过去，鱼头拿过来，我帮您把这些小料呢也带过去。好，感谢米哥。于大厨，哎，米哥，你知道这个鲢鱼啊，其实它还有一个小名叫胖头鱼，哎，是我们高邮湖的特产，长得比较肥美。这么大脑袋，我怎么觉得比我脑袋都大呀、啊？要不你来试试？观众朋友们看一眼，这个呢是于大厨说他来自于这个扬州高邮湖，可以看看它个头啊，真的快赶上我脸这么大个儿。最肥美的地方就应该是这个脑袋，这个脑袋。您现在等于是先把这个鱼一片两，一片两，对，从这个鱼的嘴下方往里头进刀，但是并不片断，是吗？对。鱼大厨呢，要用他的独门技法，把这个鱼头中间的一个硬骨给它展开一个小角，然后用力一压，用力一压，用力一压，这个鱼头就变成了一整扇儿。打开的，来，先倒点水，先倒一些水进来，把它带熟，搁点料酒，搁点葱姜，这个鱼啊，直接下去啊。搁点生姜啊，生姜片。这个水温啊也不能高，正常是80度到90度之间，就是小火，小火慢炖。来，米哥，哎，好嘞，可算过去了啊！哎，好，好嘞，我慢慢提起来啊。香不香？真香啊！然后呢，于大师就要献他的绝技了。哎，这大骨头就出来了。像这样拆好的这个鱼的这个骨头，您数过大概有多少块啊？这个大概有36片。比如观众自己在家里做这个拆烩鲢鱼头，主要拆出哪几种骨头？拆个5-6种这种大件的就出来就行了。像这种，哦，这种1、2、3、4、5、6，6种加上这个等于算是头盖骨啊。嗯，对，有6个鱼骨头，我们已经给它拆下来了。现在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于大厨要亲手给我们来烹饪了。切点葱，再切点葱，来点姜，炒锅上火，来点油，来点猪油，啊，要加一点猪油，对，汤汁更稠，更浓白，更浓稠了。对，给我放点葱姜。好嘞，来了，给您，葱姜放入，来点蒜头，来点蒜头。嘿，这香味就出来了啊！把刚才拆好的鱼骨啊，哎，把它吸了汤，拿它来熬这鱼汤。对，待会儿我们用这个鱼汤啊，烧这个鲢鱼头。哦，就用这个鱼汤来烧，原汁原味的。对对对。这鱼汤好香啊，而且很快就变得白了。嗯，对，把鱼骨捞起来啊。帮忙。哎，没问题。然后把它这个过一下啊，好，要等于过了一个小细筛子。对，通过过这个细眼筛子，这个鱼汤就会变得非常的洁净。我们就开始烧吧。好，好，
来搁点油，啊，来点葱姜。好嘞，葱姜来了。再搁点蒜头，一粒蒜子儿。放刚才熬的鱼汤。将鱼头推进去啊。小火慢炖，搁点盐，少搁一点点糖，鸡精，加一点鸡精。太太乐原味鲜所有成分都来自于熟悉的食材和新鲜的原料，比如鸡肉、蘑菇、小葱、大蒜、香菇、火腿、笋。轻轻的划一刀，把这个香菇呢一片二，斜片。来几片火腿，再放进去啊！一起烧，放进去一块儿。小火再焐个三五分钟，就是慢慢的给它焐熟的。对对对，哎，又学了一招。起锅的时候啊，我们再放点搁点小青菜下去啊，就用这个原汤给它来烫熟。对。哇，好鲜呀！好嘞。我终于焐熟了啊！这三五分钟，要等于用漏勺把鱼头捞出来。对，收个汁啊！要收汁，原汤原味儿也是淮扬菜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好，好了，汁儿已经收浓了，等于是汁收浓了。怎么样，挺棒的吧？嘿，我看的不错。咱有请我们栏目的重磅嘉宾周教授，赶快给咱点评一下。无需添加，敢为先，太太乐原味鲜，喊您回家吃饭。买米买面认准福临门，回家吃饭由中粮福临门米面冠名播出。周教授，您的高徒已经做好菜了，您还不赶来来尝一尝？好。完全的是肉汁非常的肥美，汤汁呢很稠浓，第三个味道很纯正，就是咸鲜的味道，火候拿捏的非常的准确，所以这道菜做的接近完美。这个菜它做的非常的传统，扬州煮干丝的刀工不是看你有多细有多粗，最主要的是均匀，这个是厨师的刀工的精髓。如果您在家做大煮干丝，您就不要非要追求那个细，只要均匀就可以。第二个，它的口感呢，它吃到嘴里面是非常绵软的，色泽非常的黄亮，非常诱人的食欲，所以这道菜呢也是非常成功的。感谢大师您的点评。我想呢送给你们栏目组一个礼物。哎呦，您破费了，您破费，这扇子应该挺名贵的。不是送给扇子。这是一个上面的三个小妙招，观众朋友们，您算逮着了啊！周教授给您的小妙招，我跟您说，拿回去绝对那都是绝招。第一个呢，就是说一刀去笋衣法，用刀在上面深深的划上一刀，两边一扒，整个笋就出来了，一次性就给它拔出来了。这个是一个很快捷的一个方式。笋的根部味道很鲜，笋的香味很足，我们把它拿出来，把它切成很薄的片，把它放在这个太阳底下晒一晒，晒干，放到粉碎机里面把它打碎，把它用瓶子包装好，下一次烧菜的时候少放一点点，最天然的调味品。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家家户户市场现在都就会烧了个鳗鱼，鳗鱼有海鳗，有河鳗，家里面烧的时候呢非常容易破皮，我们把鳗鱼买回来宰杀好以后，把它先放到冰箱里面冷藏一个小时，然后呢我们再拿去烧，它烧出来了以后呢，只要你火候掌握的恰当，它皮就是完整的。我们今天所有的观众也学会了这些小窍门，其实都是大绝招，赶快回家做起来，品尝这些地道的扬州美味吧。